儿子，你赶紧把你老婆和丈母娘给我赶出去！我一刻都不想再看到他们了，多看他们一秒我就觉得恶心。妈，怎么了？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吗？你可别忘了，我老婆还在坐月子呢。你为什么要把他们都赶出去？是不是他们又惹你生气了？是这样的，农村太热了，蚊子又多，所以你大哥想要带你嫂子过来住一段时间，这样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。正好我也想你哥嫂了。 但是你老婆他们在这，我看见他们就烦。你赶紧把他们赶出去！妈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这房子可是我丈母娘全款买的，咱们家一分钱都没有出，你让我怎么开这个口啊？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子，你是男人，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这么没有出息？不管怎么说，你老婆都嫁给你了，既然嫁给你了，那就是咱们家的人，所以这套房子就是咱们家的了，而我又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。 我想让谁住就让谁住，我想让他们滚，他们就得马上滚。妈，你要知道，咱们一家人平日里的日常花销都是靠我丈母娘接济的，我实在没法撵他们走啊。要是把他们撵走了，谁来给我们出生活费啊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帮你处理好的。咱们等下就这样做，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，生活费就手到擒来。婆婆和小凡在外面嘀咕了好一会儿，才来到了小米的房间。老婆，我听同事说。 城里的空气不适合产后恢复，所以为了孩子和你的健康，我决定让你和丈母娘带着孩子回农村老家休养身体。农村空气清新又安静，很适合养身体。小米，我儿子说的没错，当初我就是在农村生的，他们兄弟两个现在身体可好了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才刚生完孩子，才从医院回来，我的身体正虚弱着呢。你现在让我回农村去，我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啊？ 再说了，你以为出院回家就没事了吗？我和孩子还有很多检查需要做呢，所以我不想去农村，就生个孩子而已，至于这么矫情吗？当初我生完孩子后，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，你都在床上躺三天了，产后多活动活动，对你身体也是有好处的。再说了，我们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就不领情呢？真是不知好歹！还有你妈，她都在我家住多长时间了？ 哪有丈母娘在女婿家一住就是一个月的？你妈也该走了，所以你还是跟着你妈一起回农村去吧。婆婆，你真是太不要脸了！这种话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？我妈为什么住在这里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如果不是因为你不肯照顾我和孩子，我妈才不会大老远的跑到城里来照顾我。我爸身体也不好，我妈为了照顾我，把我爸一个人放在家里。 他已经够不放心的了，你现在还说出这么伤人的话来，你们还有良心吗？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老婆，我妈这么做真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啊。城里的空气本来就不好，对你和孩子的健康肯定是有影响的。可是农村就不一样了，农村不仅空气好，环境也比较安静，还能吃着岳父自己种的新鲜菜，一点农药化肥都没有，对你和孩子都好。可是我还在坐月子，产妇坐月子根本见不得风的。 你不知道从城里到老家起码要转三趟车吗？我这身体怎么可能受得了？还有孩子这么小，你就让他跟着我受这些罪吗？你们真是太狠心了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早就替你想好办法了。我已经帮你准备了围巾和厚帽子，还有大棉袄，我也帮你准备好了，保证不会让你吹到风。那大棉袄还是你公公年轻时候经常穿的呢，这些年我一直没舍得拿出来，真是便宜你了。 婆婆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现在外面将近四十度的天气，你让我穿这么厚的大棉袄，你是想捂死我吗？估计还没等我到家呢，就中暑倒下了。你这是想干什么？好你个刘小米，你居然敢忤逆我的决定！我告诉你，我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今天你们必须从这个家里滚出去，不然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们母子两个又发什么神经呢？ 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把我们赶出去？你们肯定还有其他的目的，不用拐弯抹角了，直接说出来吧。哼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。是我大儿子一家三口过几天要回来住一段时间，我们家就三间卧室，那么多人怎么能住下来？所以只能让你们回老家了，这样就能腾出地方来让我大儿子一家住下来。婆婆，你是疯了吗？ 我还在坐月子，你为了让你大儿子一家住进来，竟然要把坐月子的小儿媳赶到农村去。张小凡，你妈说的这些也是你的想法吗？你也同意你妈的这种做法吗？老婆，我觉得我妈这个办法非常好。我大哥大嫂要来住，你和你妈始终是个外人，留下来只会打扰我们一家团聚。我们一家人难得有空闲的时间聚在一起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们留点空间。你和你妈带着孩子赶紧走吧。你们在这里。 我大儿子他们过来后肯定会非常不自在的。你们母女俩整天一副哭丧脸，看着就让人晦气。我现在多看你们一眼就觉得恶心。我呸！你们母子俩真是太不要脸了。我才刚做完剖腹产手术，刀口都还没有长好呢，你们就迫不及待的要把我赶出去，仅仅是为了给你的大儿子一家腾地方？好，就算我是个外人，那我生的孩子呢？孩子总是你们家的骨肉吧？ 他才从保温箱里回来几天啊，怎么经得起那么长时间的舟车劳顿？你们这么做还配做一个奶奶，配做一个父亲吗？张小凡，你可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你也要这么狠心的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吗？好了，你别在这里说废话了，赶紧收拾东西滚蛋吧！就是你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我生两个儿子都没你这么矫情的，你就生了一个丫头片子，哪里来的脸赖在我们家不走的？ 还是我大儿媳有本事，一胎就给我家生一个大胖小子，孙子才是我的宝贝疙瘩，我不可能为了一个赔钱货让我的孙子受委屈的。小敏，说来说去还是你自己的肚子不争气，要是你也能生出一个儿子来，我妈肯定不会这么对你的，肯定会好吃好喝的供着你的。难道就因为我生的是女儿，你们就把我赶出家门吗？我从怀孕到现在，你们有照顾过我一天吗？ 就算当初我反应很大，什么都吃不下的时候，你们也没有好好照顾我一天。不管有什么好吃的，从来轮不到我。每天不是白粥就是泡面，你们还让我不停的干活。只要我稍微慢一点，你们就开始破口大骂。等孩子出生后，你们更加过分了，直接对我们娘俩不管不顾。不管夜里孩子哭得有多么的撕心裂肺，你们都当作听不见。 每次都是我妈心疼我，半夜起来帮我照顾孩子。她自从来到我家后，就没有睡过一天好觉，没有吃过一顿消停的饭。难道我妈就活该这么受罪吗？你们母子俩简直畜生不如！刘小米，我是你的婆婆，你照顾我是天经地义的。难道你还想让我来伺候你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伺候你？我告诉你，嫁到我们家就是要伺候公婆，这是我们家的规矩。小米。 我妈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我娶你回来是照顾我父母的，不是让你来当大爷的。再说了，你妈之所以会这么累，那完全是你自己的责任，谁让你自己偷懒不照顾孩子的？你们母子俩还有没有良心了？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我妈是只照顾我一个人吗？她每天给你们洗衣做饭，起早贪黑的伺候你们，家里所有的家务也都是我妈一个人做的。你们有谁伸手帮过我妈一次吗？ 你这个臭女人，简直是反了天了！竟然敢骂我们两个没良心！我看你就是想带着你母亲在我儿子家白吃白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米妈怒气冲冲的走了进来：“你们两个不要脸的混账东西，真是欺人太甚！为了我女儿的幸福，我每天当牛做马的伺候你们，再苦再累我也没有抱怨过一句。可是现在，你们居然为了你那一事无成的大儿子！” 就要把我女儿和外孙女赶出去，你们一家人好狠毒的心呐、啊！你这个不要脸的死老太婆，有什么资格在这说三道四的？这是我儿子的家，我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。我想让谁住就让谁住，我想让你们滚出去，你们就得给我滚出去。我呸！你这个臭不要脸的死老太婆，是不是忘了这套房子还是我出钱买的，房产证上也是我女儿的名字。 我女儿才是这个房子真正的主人，一个名字而已，又能怎么样？你女儿都嫁给我儿子了，那她的东西自然就是我们家的了。这可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我儿子有权利把你们都赶出去的。我呸！你这个不要脸的老太婆，你是在做白日梦吗？这套房子可是我妈婚前给我买的，这属于我的婚前财产，和你们家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。 自从我嫁到你家后，你们一家人的日常花销都是我在负责。还有你张小凡，你的工资我可从来都没有见过。你们竟然还有脸说我妈在这里白吃白住，你们母子俩真是不要脸的楷模。我掏心掏肺的把你们当做一家人，可是你们却处处提防着我，把我当成外人。你妈自从得知我生的是女孩后，别说抱一下孩子了，就连看她都没来看一眼，竟然还说我没生出男孩来，根本就不配住院。 第二天就吵着闹着让我出院回家，孩子因为早产需要住保温箱，可是你和你妈死活都不肯签字，非说是大夫在吓唬我们，想让我们多花钱。后来如果不是我妈出钱让孩子带保温箱，我女儿能不能活下来还不一定呢。你们母子俩的良心都被狗吃了，真是畜生不如。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现在提他还有什么意思？你是我老婆，你为我们家付出是应该的，是你自己没本事。 生个女孩有什么资格在这怨声载道的？再说了，你妈花钱，你妈有钱没处花，给我们买东西是她自愿的，我又没逼她这么做。张小凡，我真恨自己瞎了眼，怎么就看上你这么个混账东西？我真是替自己的付出感到不值，我真是后悔嫁到你们家来。张小凡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就带着你妈从我的家里滚出去，我家容不下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人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，我要跟你离婚。 哼，你胆子肥了是吧？我今天要是不收拾你一顿，你就分不清家里谁是大小王了。当初我要是敢像你这样和我婆婆顶嘴，她早都给我两巴掌了。我看你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呸！你竟然还想打我？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好，既然我赶不走你们，我现在就给物业打电话。我倒要看看物业是听我的还是听你们的。张小凡，等我出月子后，咱们就去把离婚证领了。 我再也不想和你这个忘恩负义、无情无义的人过日子了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小敏该不该跟小范离婚呢？评论区来聊一聊吧。老婆，大事不好了，公司安排员工体检，我发现得了肺癌，医生说必须要马上做手术，但是手术费需要二十万，你快带着你的存款来医院缴费吧。老公，你是跟我开玩笑的对吧？你的身体一直好好的，什么症状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得这个病呢？老婆。 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跟你开玩笑？是真的，我现在就在医院呢，你赶快过来吧。这病可是要命的，我特别害怕。你立刻过来给我交费，我要马上让医生安排手术。老公，你先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到医院去。四十分钟后，小敏来到了医院。老公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真的假的？医生那边是怎么说的？当然是真的，这种事我能骗你吗？医生说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良性，需要立即住院，马上手术。 你赶快去缴费吧，我要立刻住院治病。你连二十万都没有吗？这么多年你每个月只给我八百块钱的家用，剩下的你自己存起来了。这么多年怎么也存了五十多万吧？怎么不用你自己的银行卡里的钱支付呢？老婆，我卡里已经没钱了，你先用你的工资卡帮我缴费吧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的卡里怎么可能没钱呢？你每月工资一万多。 我们结婚也有七八年了，你每月就给我八百块钱家用，现在怎么也该有五十多万的存款了吧？如果连你都没有，那我就更加没有了。我一个月只有四千五百块的工资，而且都用来补贴家用，我哪来的存款啊？老婆，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我卡里真的没有钱了，你快去帮忙缴费吧，我都害怕死了，我要立刻住院治病。我不信你没钱，把你的工资卡给我，我自己拿去缴费。刘小米，你怎么回事？ 我说了没钱就没钱，你赶快用你的钱去交费。张小凡，你跟我吼什么吼？你工资那么高都没存下钱，那我就更没钱了。咱们家里每月的日常开支基本都是我付的，基本上月月干。你工资比我高一半，你一个月就给我八百块钱家用，你说我上哪存钱？我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。要么你把你的工资卡给我，我给你交费去；要不然就不住院了。反正我是没钱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老婆。这种时候。 你不能不管我啊！毕竟我们已经是七八年的夫妻了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就当我求求你了好吗？你肯定有存款的，你先拿出来救救急吧！你要这样看着我病情加重吗？张小凡，你的脸皮还真厚！你怎么有脸说我们是七八年夫妻的？你要知道，如果不是因为咱们有孩子，像你这样的老公我早就不要了。我离家一千多公里嫁到你家，在婚前的时候，你甜言蜜语让我对你死心塌地，可是我们刚结婚你就变了。 开始的时候，你一个月给我三千块钱，等咱们的孩子出生后，你工资卡都不给我了，每个月只给我一千五百块钱的生活费，家里所有的日常开销全都不管。每次我跟你要多点钱，你就说我是一个男人，出门在外要面子的，买烟都要报告取钱，那样太没面子了。后来孩子上幼儿园了，我也开始出去工作了，你就更加过分了。你每个月只给我八百生活费，下班回到家就像大爷一样，什么家务都不做，教育孩子你也不管。 每次我跟你要多点生活费，都要跟你吵架。你说像你这样的老公要来还有什么用？所以别说我没钱了，就是我有钱，我都不会给你交生活费。刘小米，这七八年你都这样过来了，为什么现在就不忍了？虽然每个月我只给你八百块钱的生活费，但是偶尔我也会买水果给你和孩子。你怎么能把我说的那么无情？再说了，你自己上班也有工资，既然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那么你也应该分担这个家庭的日常开支。还有。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我买的，也不用你帮忙还房贷。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这房子是你婚前买的，房产证也没有我的名字。你还房贷是你应该做的。再说了，房贷也就五年，你早就还清了。你还说还房贷，你糊弄谁呢？还有，你说你是男人爱面子，不上交工资卡也就算了，但是你每个月就给那八百的生活费，怎么可能够？家里每个月的日常开支那么多。 孩子也要吃喝穿衣的，你以为你给我八百，我还能够省下来存着吗？你对我和孩子抠门，我没办法跟你计较。但是现在关系到你自己的生命了，难道你还不舍得把你的存款拿出来缴费吗？你竟然还想着要我出钱给你治病，你以为我是印钞机吗？想要多少有多少，你以为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吗？你说要二十万就有二十万了吗？要不是为了孩子，我早就跟你离婚一百次了。那你当初干嘛不离婚呢？现在来说这些有什么意思？ 别再说废话了，医生说我身体得了肺癌，要赶紧做手术。你快点去帮忙缴费，这才是重点。你啰里啰嗦说那些废话干什么？那你倒是把你的工资卡拿出来，我去给你缴费。这七八年你的钱又不在我手上，一个月一万多的工资，就拿出来八百做家用，剩下的你自己存了七八年。这个时候你说你没钱，说出来谁会相信你？你当我傻吗？自己有钱不交，竟然还想着让我出钱给你治病，我看你真的是掉到钱眼里去了。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抠门的人，自己生病了都不舍得拿出来救命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到底是钱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？你干脆把你的钱带到棺材里面去吧，反正要钱我没有，你爱治不治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去跟公公婆婆,婆或者跟你弟弟要钱治病。你这个女人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老公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难道你想让孩子没有爸爸吗？到底要我怎么样，你才相信我卡里真的没钱了？钱都被我花光了。 真的没有存款，我没有骗你。我不信，除非你把工资卡给我，我自己去查。小凡不情愿地拿出工资卡，小敏拿着老公的工资卡就去窗口缴费，却显示余额不足。张小凡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卡里只有七千多？我还以为是我少看两个零呢，结果竟然真的只有七千多。我们结婚七八年了，你每个月的工资有一万多不说，就算没有上百万的存款，最起码也得有五十万吧。 怎么可能只有七千多呢？这钱你到底花哪去了？你赶快说！老婆，你先别生气，钱真的被我花光了。不可能，这种鬼话我是不可能相信你的。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也没见你有什么大额的开支。你每个月的工资一万多，怎么可能全部都花完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把钱花哪里去了？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，那你就在医院里自生自灭吧。好，老婆，你别生气。我说是这样的。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我弟弟才上大学，所以我的工资就给了我妈，让她拿去给我弟交学费了。后来我弟弟毕业找工作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我爸妈就在单位里给他找了一份，不过这份工作要交几万的介绍费。那你弟弟花的这些钱，全部都是你一个人出的吗？你爸妈就没有出点吗？老婆，我爸妈就我们两个儿子，从小我和我弟弟就兄弟情深，感情深厚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能帮就帮他一点吧。后面我弟弟要结婚的时候，女方要求要买房买车。 还要三十八万的彩礼，我爸妈说长兄如父，我做大哥的要多帮助我弟弟。后面我爸妈就给我弟交了房子首付，买了一套房子。但是房子有了，可是彩礼钱又不够了。当时女方一分不让，态度很强硬，必须要有房有车，还要彩礼才能结婚。我爸妈没办法，就来找我了。所以我又拿了二十万给我爸妈，让他们给我弟弟买车。这些事情我怎么不知道？怎么从来没听你跟我说过？你的嘴还真是严，这么大的秘密，你保密工作做得真到位。 是我爸妈和我弟要求瞒着你的，怕你知道了跟我闹。毕竟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只给了一点彩礼钱，当初你家也没有其他的要求。我爸妈也是怕你有意见，跟我闹离婚，所以才让我瞒着你。你爸妈的想法是对的，我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跟你闹的。咱俩是夫妻，你的钱也有我的一半。你弟弟结婚凭什么要你出彩礼，还要你出钱买车？到底是你弟弟娶老婆，还是你娶老婆啊？你真的是气死我了！你都替你弟弟出彩礼了，那你干脆把人家娶回家算了。 我远嫁到你家，离家有一千多公里。我当时跟你结婚的时候，你也才给了我一万八的彩礼，你可真是太大方了。现在轮到你弟弟结婚了，三十八万的彩礼，你说给就给，你还拿二十万给他们买车，你真是愚蠢到家了。你到底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家庭？你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，你怎么就不为我们着想呢？我今天算看清楚你了，你不但愚孝，你还是个伏地魔。现在好了吧？你得了肺癌，万一是晚期，我看你怎么办？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愚蠢的人！你自己把全部存款都给别人了，我看你拿什么来治病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是我亲弟弟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帮帮忙怎么了？我爸妈从小就教育我们兄弟之间要团结友爱，我有这个条件，手里还有存款，我弟弟需要钱的时候，那我肯定要帮忙的啊！我总不能让他因为这个彩礼的问题娶不到老婆吧？再说了，我弟弟也就是经济条件比较差一点，他要是经济条件好点，他也一样会对我好的。 我弟弟还是很敬重我这个大哥的，上次他还送了一辆摩托车给我呢。呵呵，说你蠢你还真是蠢，那是他送给你的吗？那是因为人家要买新的了，旧的扔了又可惜，二手卖了又不值几个钱，所以才送给你做人情的。你还真是会往自己脸上贴金，真是愚蠢至极。张小凡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我不管，你赶紧打电话叫你爸妈和你弟弟过来，叫他们过来缴费。老婆，叫他们来没用的，他们哪里有钱？ 我弟家去年又生了一对双胞胎，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。我爸妈那点养老金都倒贴到他家去了，就这样还不够花的呢。怎么有钱给我看病呢、啊、他们虽然没钱，但是他们有房子。你让他们把房子卖了，给你治病不就好了吗？你不是也说了，你们是一家人，是亲兄弟，从小感情又好。你掏心掏肺的对你弟弟好，我想这个时候你弟弟肯定不会不管你的。老婆，工资卡我给你看了，事情我也跟你说清楚了，你可不能那么冷血无情。 你是我老婆，咱们是夫妻，你不管我谁管我呀、啊？呵，你现在想起我是你老婆了，当初干什么去了？这些都是你自找的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你不用把希望放在我身上，我没有钱给你治病，我放弃治疗。老婆，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啊！你放心，以后我的工资卡都上交给你。我求求你了，看在咱们多年的夫妻份上，看在咱们孩子的份上，你就把你的私房钱拿出来给我治病吧。我们可是夫妻。 你这样做就不怕被人说是没心没肺的人吗？你还好意思说我没心没肺？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，你自己都不心疼你的老婆孩子，这个时候凭什么让我心疼你？张小凡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要和你离婚，即使他们说我无情也无所谓。你这样的男人，我要不起。小凡看老婆不管，就去找了爸妈和弟弟，结果一听看病需要花这么多钱，当场就把小凡赶出了家门。最终，小凡因为没钱治疗，导致病情恶化。 没过多久，生活就不能自理了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小敏该不该出钱给小凡治呢？